卧龙那么贵，你怎么会买得下去？他妈贵死了！就比较困难。我们到时差优化，光是优化调整什么也没得，这段时间过去。我本来一直很心动，然后我就看别人直播完了，整个游戏流程全部看完了，然后我就不买了，因为我故事剧情全部都了解了，不玩了。哎，刘，啊，哎，跑进来又不讲话，他是不是在上班？他是不是在上班？我第一次这样奇怪的。You fucking idiot！ 啊，我的麦克风刚刚开机啊。干。为什么 AKM 的子弹不能跟 AK47 通用啊？骗笑哎、欸！不一样，他的武器直接软哦。一坨人在这里。AK 用的弹头就不一样，一个是 7.56.42， 干嘛啦？我队友中间丢了一个手榴弹，好爽。